神掌，分身魔影。至尊盟盟主关玉天与海沙宫公主赫莲霸一战，关玉天中了赫莲霸的分心掌，赫莲霸中了关玉天的威龙神掌，最终落得个两败俱伤的下场。由于这里是至尊盟的地盘，关玉天本来占据主场优势，可他作死的让手下退下，将杀死赫莲霸的机会让给了烟藏风。烟藏风通过与赫莲霸的交流，得知关玉天欺骗了自己，当即调转身形，一剑刺向了关玉天。赫莲霸趁机施展分身魔影，从身后推了烟藏风一把，直接一剑杀死了关玉天，逆风翻盘取得最终胜利。而烟藏风杀死关玉天后，准备带着刘依依离开这个是非之地，可这却触怒了任千行。烟藏风，赫莲霸，滚开！赫莲霸即便是身受重伤，也能够轻松的击败任千行。他出言拉拢起了任千行，要任千行向他投降。哪知任千行宁死不屈，让赫莲霸不由得动了杀意。可以想到收服了任千行，就可以更加顺利的接收至尊盟。赫莲霸又决定放任千行一马。随后赫莲霸看向至尊盟的个大堂主，放眼有谁想为关玉天报仇，那就站出来和他决一死战。眼见众堂主没有动静，赫莲霸连忙趁热打铁，认为既然没人敢站出来，说明大家都认为他杀死关玉天是天经地义的，所以这至尊盟的盟主之位也理应由他赫莲霸来做。至尊盟盟主之位现在已经在我老夫手里了。赫莲霸当上至尊盟的盟主后，当务之急就是稳定人心，而关玉天的徒弟任千行就是一个最好的人选。只要任千行向他臣服，相信至尊盟的绝大多数人都不敢在明面上跟他作对。因此在赫莲霸的示意下，拜玉儿找到了任千行，要任千行投靠赫莲霸。我姨夫要我告诉你，要你称他一声盟主。要任千行称他一声盟主，他休想！只要你承认就能活。我任千行难道真的沦落到认贼作父？任千行的内心陷入了天人交战，他好不容易才爬到如今的这个位置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来之不易，他不想这么容易的放弃。可要是真的投靠了赫莲霸，他又对不起师父关玉天，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两难的抉择。我还有利用价值，任千行，你这一生追求权势所凭的不就是这四个字吗？我任千行绝不认输，绝不向命运低头。任千行认为自己还有利用价值，赫莲霸不会轻易杀了他，同意了向赫莲霸臣服。可赫莲霸这只老狐狸怎会轻易的相信任千行，他将一柄长剑扔给了任千行，给了任千行两个选择，一是捡起长剑杀了他，替自己的师父关玉天报仇，二是用这柄长剑自刎，或许还可以留一个全尸。任千行猜测赫莲霸是在试探他，果断的捡起长剑自刎。赫莲霸见状挥出一掌，打落了任千行手中的长剑。像你这样忠心的人死了可惜呀、啊。千行，现在有第三条路，就看你愿不愿意。盟主，任千行顺坡下驴向赫莲霸臣服，表示愿意听从赫莲霸的命令。赫莲霸并不相信任千行，要任千行证明他的忠心。任千行闻言捡起地上的长剑，发誓要是对赫莲霸存有二心，就如同这柄长剑一般，被人折断命丧黄泉。可仅仅是这样还不足以让赫莲霸放心。赫莲霸为了控制任千行，让拜玉儿拿出了一瓶毒药，命令任千行当场服下。任千行深知不服下毒药就会被赫莲霸杀死，索性心一横将毒药给吞了下去。哪知毒药的药效异常猛烈，任千行将其刚刚服下，脸色立刻变成了金色，折磨的任千行死去活来。而这正是赫莲霸想看到的效果。这是苗疆的金蚕蛊毒，正所谓金蚕蛊毒水火不除，一入五脏六腑皆无，这句话你应该听说过吧。赫莲霸告诉任千行，要是没有他的解药镇压，任千行体内的金蚕就会慢慢吞噬掉他的五脏六腑，最终哀嚎七七四十九天痛苦而亡。任千行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，当即起身向赫莲霸表示忠诚。赫莲霸对此十分满意，交给了任千行一个任务。我要你去杀关玉天的老匹夫的儿子阿宝，永绝后患。你是关玉天的徒弟，又跟阿宝相处一段时日，阿宝对你一点提防也没有，这件事非你莫属了。任千行对于杀阿宝一事虽然有些于心不忍，可到底是死道有不死贫道，还是答应了赫莲霸会去杀了阿宝斩草除根。可谁知任千行离开至尊盟后没有第一时间去杀阿宝，反而跟在拜玉儿的身后找到了正在赶往绝禅寺的烟藏风，要杀了烟藏风替关玉天报仇。任千行，我跟你之间已经恩断义绝，我不想再看到你。好，既然恩断义绝，就没什么好说的。
任千行拔剑攻向了烟藏峰，与烟藏峰展开了兄弟对决。由于在九龙石的帮助下，任千行的功力得到了巨大提升，烟藏峰根本不是任千行的对手，被任千行一掌打向了悬崖。拜玉儿和刘一见状，连忙上前拉住了烟藏峰，不让烟藏峰掉落悬崖。烟藏峰剑继续下去，拜玉儿和刘一都要为自己陪葬，因此决定牺牲自己保全两人。